嗨，二百零五十六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又来玩《月圆之夜》了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它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更新——灵魂的契约 DLC。就是这个。耶，这不是那个国王长着驴耳朵，他是个恶魔吗？没想到还真的有驴耳国王哦。耶，这次的更新不仅有新的职业卡牌，还有新的怪物，比如说我，独眼巨人。一会儿拿给你们看一下哈、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全新的职业契约师。各位请放心，这个职业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哦，现在已然是一个契约宗师，好吧？所以说，就让我来带你们快速的上手。首先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职业跟其他的职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就当你用一些强烈的卡的时候啊，比如说那种攻击力颇高，或者说什么效果挺强的卡，它是会扣你血的。记住啊，不是扣蓝，是纯扣血。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说了，我自个儿血都不会用，我还给他呀？不懂了吧？这就是这个契约师有意思的地方了，你可以一边耗血一边吸血呀。下面是实战阶段。首先我们来个灵魂灌注啊，加点生命，要不然这生命就那么一点哈、啊，也不够用了，是吧？首先打一个魔法学徒。来吧，哎，像这张左上角有一滴血的，哎，他就要耗三点血是吧？我比如说打出去之后，呀，死了，我还没说怎么吸血呢，哼，真是我们嘲笑他，瞧把他给气的，他都哼我了，勇气加一，嘟嘟，获得一点经验，有仙女的祝福我都没用啊，这张。骷髅护符，生命上限加五，我每次战斗抵抗一次大于七的伤害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哎。那就这个了。接着来打个小木匠，哇，争取让我吸点血哦。有没有汲取法力的呢？这里汲取三点法力，但是他一旦没有法力的话，我们就要吸他的生命了。嘿嘿，哎呀，瞬间吸了两点走啊。接着来啊，获得这么多法力有啥用呢？真是，我要攻击他。造成一点伤害，哇，造不了什么大气候啊。对了，这个契约师还有个能力就是审判，就是这个啊，每获得十点审判，洗入一张死神降临进入手牌。也就是说，你叠的这个审判点数越高吧，你获得的牌就越强。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来，首先把这个小木匠给干掉。就那么攻击两下子，升级了。那我来选个牌哦，当然是获得审判了。这有个宝箱，让我打开看看。红包，过年了哈。好，我们打开看看有多少钱。哟，五块钱，这是。这是我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忘忧酒馆，让我移除一张牌，免费。移除个啥好呢？但是移除这个了，就一点伤害，有个锤子用啊。接下来 我再移就要20块钱了。不是，我这算是把东西卖给你还是怎么的？为什么我要给你钱呢？好气的酒馆哦。让开啊！老猫商店啊，我们暂时就不买东西，升级要紧啊。又有三点审判来，再套个护甲，这是这个啊，没蓝了是吗？获得四点蓝。这我还是没有哈、我们回合结束，该你了。失去两点是什么东西啊？行动力。这是行动力算个啥吗？这是。给你来个四点穿刺，不是一到两次就不给我多一次吗？来再打他一下。回合结束。这什么？小心这张卡会在特殊情况下触发。他又埋了一张卡。来，给我加两点蓝。接着，来点审判。我洗了个神牌，死神降临，抽一张牌，造成十点穿刺伤害，只扣我一点血。赚了赚了。打他三下，呀，反制了。Oh my god！ 我就知道这埋的一定不是好牌哈。造成一点伤害，赶紧去忘忧酒馆忘掉啊！再来四点法力，再吸他三点。他有法力的呀，这张。你没有牌了吧？每次就抽一张。来又加法力值了。现在我23了，会不会写个别的东西呢？又是死神降临。在这打他三下。搞定。你每次就 A 我一下，你还是个法师啊？来抽一张牌，十点穿刺。太帅了。虽说他刚才只剩一点血，但是我就是给你们演示一下啊。嘟嘟嘟嘟嘟，再打个醉龟。看你喝的醉醺醺的。首先给你啊、我没蓝啊，现在有蓝了。再来四点法力。一点伤害。我发现这出血的敌人都还挺友善的啊、费三点血啊，先不费哈、那就废吧。我怕啥呢？这是血多，好不好？拿酒来，我还没醉。
我是跟他聊天加勇气呢，还是加声望呢？当然是加声望了。等会儿我帮他买单了，不会扣钱，我扣钱了，我还帮他付9000，我只是，但是我升级了，有生命值又涨了回来。选一张牌啊，叫他拿回合开始时抽取一张消耗最低的咒术牌。有好多宝箱啊，来开一个，不会要是红包吧？汲取5点法力，还有这个，我获得一个金币，下回合运气变好。这跟运气有啥关系吗？哎，第二次机会。5点法力和5点审判，妈耶！稻草人和逃犯啊，先打稻草人。来获得1点金币。3点审判，3点护甲。下一回合，打我没用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护甲打没了。哎，是什么？命运的掌控不见了，可能是那个下一把运气会更好哦。5点法力值。我是不是有死神降临了？哇，没有错。来，再来2点哈，接着来一点审判。回合结束。我怎么还没有打他呀？突然缓过神来。来，死神降临，瞬间10点血没了。接着3点法力吸过来。再来一个，穿刺伤害。这不是一道，怎么每次都打一次呢？这不给面儿。普通攻击啊，造不了什么大气候，军阳。吸取5点法力，但是哇，他有9点法力呀、啊！我天哪，我并不能吸他血啊！再来点法力值吧。跟我玩，每次打我就1点伤害，我玩个锤子哟！再打你一下，瞬间，我的天哪，穿刺2下。妈呀，好厉害啊！询问一下外婆的下落吧，我也不知道询问有啥用哈、啊。反正小红帽都成这样了，找不到外婆无所谓，好吧？获得了3点经验。接着来打逃犯。不愧是逃犯，这铁链子都给蹦断了。先装备个牌，接着打他3点。4点穿刺伤害。等会儿啊，如果4点的话，2次就8点。那算了，那好，我们等下一回合吧。我不想费我这3点血嘛。天哪，他打得我好疼啊，感觉。首先来5点法力，接着汲取3点法。他有3点吗？我汲取不是白汲取的，我想吸他的血呀。那你汲取一下吧。那这不汲取，下一把更汲取不了他的血。他的牌都普通攻击，还好啊。接下来我就可以吸他的血了，再来一个10点穿刺伤害。完美呀，还差一点就升级了。下一个怪是谁呢？奇怪的渔夫。来吧，上个装备，接着汲取3点法力。我发现你怎么刚好3点法力啊，我就想吸个血，有这么难吗？来点这个审判啊。普通攻击不要紧，接着3点伤害，再吸3点法力。一直吸血。我不想费我自己血啊，我想吸多点血再费血，行不行啊？这样就能平衡嘛。3点法力，又可以吸血了，真舒服啊。我怎么感觉吸了没吸一样？他刚才攻击我了是吗？接着呢，无效敌方下2张牌，用一个。这个是费血的呀，没看见。我6点血，你在逗我吗？现在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啊。来，我就这样费血，反正下一把我升级了，我血又满了是吗？这是什么牌？他给我了个什么？本次战斗，当你自己回合失去生命时，恢复1点生命。这啥呀？我先获得个金币吧。接着吸取3点法力，给自己长点血。我打他一下吧。完了，感觉要死啊！大哥大哥，别搞我行不行？我给你来个审判呢。瞬间归西。升级了，这个血又回满了，我开心。获得1点生命，入场佩戴装备+1，当然装备+1了。老猫商店，买个什么呢？汲取3点法力，抽取一张牌。我感觉这个可以啊。接着进入下一个路口。我翻页了。这是干什么？铁匠铺。可以升级装备的。我看啊，升级个啥好呢？就这个了，1至3次，行吧？我总不可能来一次吧，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。还有什么？10块钱升级一次，现在是。再把这个升满级。我感觉都可以升满级嘞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我现在要30块钱了，这么贵的吗？我接着前往下一个路口。来到这里，有什么新怪吗？时钟剑 BOSS。等会儿，
旁边还有个铁匠铺啊。大哥，我不是到一个新地方，你应该给我免个费的吗？哎，那真是啊，我直接打 boss 吧。我怕你吗？啊，我现在可是我几级来着？我是不是五级了？管他几级吧，反正我觉得比他高。等会儿他没有法力，哎，我可以吸他的血了。哎呦，这吸的哦，哎，继续三点法力，又继续三点法力，哇、哦，太帅了啊！获得两点法力啊，造成五点伤害。哎呦，这是瞎打他呀！哎呦，瞬间十点法力了。还是用这种普攻牌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死神硬币好，丢出去先。哎，他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交锋敌方使用卡片时，最左的手牌变为那张牌。哎，那我使用这个呢？最左的。完了、我还是吸他法力吧。我可以接着吸。那我就用那个就完事了嘛。哎呦，真是欠考虑，欠考虑呀、啊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懂了啊。首先，来几点审判、哦，我审判有了是吧？好，接着其他的法力，在吸血，接着吸，一直吸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么聪明哦。还劈我、让你劈我，等着啊，来吧，死神降临，接着死神降临，你完了好吧？你这不是坑自己吗？我就一直死神降临，反正我血多着呢，加四点。打了 boss 之后加这么多经验的吗？我现在才五级啊。这啥？等会儿啊，吸取敌方五点生命，汲取五点法力。妈呀，他要是没法力的话，我不就是吸十点血了吗？哎呀，真是聪明如我呀。这么快就到尾夜了吗？等会儿我要想再打造点东西。比如说这个。好，来吧，六点生命。瞬间十二点血吸到我这儿来，行不行？40块钱啊，我现在只有20了。我们到最后一页吧。这么快的吗？最后一页了。哎，等会儿灵魂灌注又好了。当然是加生命了，还用说吗？仙女的祝福，来祝福我一下啊！时间沙漏，基础行动力加一啊！看看这个倒计时，回合开始时获得当前回合数的审判。我感觉当然要审判了。但是这个更好哎，生命上限加我哎，当然是生命了。不对呀、我这不打尾夜了吗？打个三头猎犬。来吧。怎么让我想起了 Harry Potter？ 我还有3秒出牌，什么？我先打他一下。他为什么可以倒数的呀？这是什么？敌方出牌时间减少。妈呀，我随便出吧哈，反正就这么打他。吸取是，上限3个，他这个倒计时搞得我好慌张啊。先把这个弃掉。要选三张牌是吗？弃掉三张牌，弃啥呢？这个啊，全部弃掉，接着吸取法力值。他打得我好疼啊！好，来吧，吸血，接着审判，再来吸血。我跟你说，你完蛋了，好吗？就是短短的8秒之中，解决了。这什么呀？一条龙吗？这是？没有见过哎，有一种国风的气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汲取3点法力，我纯吸法力吗？这是啊，那就一直吸他法力吧。又汲取法力，现在没法力了吧？我看你还怎么出牌？我觉得他的弱点，当敌方使用鞭炮时，他会害怕。不是，我哪来的鞭炮啊？来，先套个审判。这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回合开始时汲取对方2点生命及生命上限，每回合增加，这么厉害的吗？赶紧打死！这货留不得啊！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溺水！5点水属性伤害，敌方下回合抽牌减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获得2点金币，造成6点伤害。啊哈！我哪来这个牌的呀？真是奇奇怪怪啊！继续3点法力。哎呦，真是一开始把他法力给消耗完是对的呀！一直吸他的血，来吧，吸血。再来个穿刺伤害。接着给钱啊，获得5点审判。我又有死神降临了，虚不虚？又到我了。不是他为什么一个劲给我钱呢？他是年兽啊，所以就是过年了吗？总是送我钱的，这是。来抽取一张牌，给他10点穿刺。太帅了，这是他给我钱，然后把他自己打死了吧？哎呦，不愧是年兽啊，这是有职业操守啊，这燃烧之年兽，这是个火属性的年兽吗？刚才是水属性的。哎呦，来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要送我钱呢？对，我差点把自己打死了，不能乱使用这种耗血的啊。给他5点伤害，接着汲取他3点法力。我这就吸法了。
怎么这么多发呀？哇，再吸你一下，我的血又整回来了。你说这气不气吧？哇，他把我烧了，我的天哪！好，首先获得4点法力，再吸取3点血。哼哼，呀，又送我钱。妈呀，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啊。哦，再吸他的法力，哇，变身吸血了。升级6级。诶，这个装备栏加1、啊、当然是这个啦。会不会又是一个新年兽啊？哦，害羞的宝箱。红包，我就知道是红包。来看看，这么多钱的吗？我感觉我可以买买买了。先买个这个，获得5点法力，汲取5点法力。反正就是可以扣他的血啊。诶，怎么瞬间没钱了？那再买个这个吧。哎呦，女巫的药剂室。生命上限来一个。接着呢，再来个法力值吧。哦，搞定了。接着给他打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一朵花吗？哎呦，魅惑的花妖。来，涨点法力，接着汲取法力。再来点审判，打他一下。好，回合结束。妈呀，我中毒了。一点毒伤害，我还怕个啥呢？这是，汲取他的血，吸血，疯狂的吸，这就是我，契约宗师的威力。来，再打他几下，接着，再吸血。哎呦，太爽了，就这么一直吸血。再打我呀，啊，不疼，有没有？来，汲取法力，直接给挤死。为什么下雪？那为什么下雪呢？因为诅咒，好吗？反正给我加名声了。精灵女王，这不是祝福我的那个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是反目成仇了吗？完了，我如果把他打死了，我不就没祝福了吗？以后算了，先吸他一下，把他所有的能力都吸到我这儿来。以后自个儿祝福自个儿。吸法力，获得法力，再吸法力，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吸法力呀、啊。来，再给他来几个恐惧，我也让他怕死，好吧。回合结束。呀，还4点护甲。套护甲有啥用呢？我都是穿刺伤害的嘞。来个灵魂锁链，虽然费了6滴血。接来个审判。10点穿刺，又来穿刺伤害了，气不气啊？护甲没有用哎。你再是这个闪避几率增加，来打我呀！啊，我会闪避，我怕啥？被我恐惧了一下。现在他的法力被我吸完了，给我吸血了。哎呦，畏惧吧，精灵女王，还是个 boss 呢，我让你 boss 呀！啊，再给你来点恐惧，是不是特恐惧？感觉现在，来回合结束。怎么他瞬间这么多蓝了？不要紧啊，造成什么大气号？来吧，死神的审判。还差7点血。我就把你吸过来。加点这个法力，再加点法力。一直这么加过去。哇，我有多少了？哎呀，36的审判了。我是不是会洗个什么牌进来，造成10点穿刺伤害3次？是一次比一次强啊。来吧，我给你打3次，好吧。这个恐惧它要消耗7点法力。来啊，直接把你吸过来，再打你一下子，死了你跟这个 boss。 升级啦，哈。看看，将你的生命值变为1本回合，造成伤害翻倍。不行，这样我不死了吗？啊，这我这契约师了吧，这个牌获得10点金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切换小红帽日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最终 boss 的威力。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种普通里面啊，可能是遇不到我的，或者说几率有点小，但是在这个噩梦里，不管是什么职业啊，你就必遇到我这个 boss。 出现了，就是我，独眼巨人吉奥德斯吗？没有错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我居然动起来了，这个是你呀，小鸡巴，不认识了吗？嘴巴都被缝上了，巫毒娃娃。好，我要开始打我自己了。等着啊，放个闪电，选一张牌啊，让敌方中毒吧。毒你一下，就反正是1点血。你看，就是血厚，看见没？等，我有什么牌不重要，重要是他有什么牌。来，让我看一下啊。哎呦，鬼娃娃，对方没使用10张牌，将1张恶作剧洗入对方牌组。好厉害呀，小媳妇，怎么回事？变成个布偶，还在这儿作妖。来，
打他，哼，往里面打啊！哥哥，我看见腰带上你的头像牌牌了。啊，那当然了，哼，丢的是图腾。来，我给他用一下我的能力啊，一个小旋风啊，再来这个催眠术。哇，我的牌已经被抽完了。啊，回合结束。哎呀，呵呵呵，被我给反制了吧？哎呀，瞧把你能的，嘿嘿，哎，跟我玩。嗯，他还长了一个角啊，头上，我才发现。厉不厉害吧，我就想问一下。还是我长得可爱，双马尾。一个布娃娃有什么好骄傲的呢？啊，耶，这不是恶作剧吗？好坏呀，你来揍我呀，我就在你旁边。等着让我结束这个回合。我发现现在我还没有费血嘞，多捞啊，连血都打不了我。就这么一直出。哎呀，闭着眼睛出，不敢看。又到了我的回合，出牌。哇，有你这么臭鼠标的吗？真是，怎么样，这是个体感游戏，不懂哦。咦，再来个旋风。哇，不好蓝的，就是好啊。嘟嘟嘟嘟嘟嘟，一直出牌打死他。你他就是剩三分之一血了。啊，我现在没行动力了是吗？奇奇怪怪。又有了。瞬间抽两张，怎么抽的是恶作剧呀？三个恶作剧，一共几张牌？我的妈呀，但是我现在牌又变多了，那你说是气不气了？呵呵，好气哦，真是。啊，给自己上点法力啊，一会儿没蓝了。快挂了，就剩117滴血了。来呀，别打了，打的时候你也伤啊，他不伤血呀。那我难道没有什么燃烧 buff 的吗？真的没有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恶作剧很厉害啊？是啊，你看我这卡组里面有几个恶作剧了？三个。哎呀，一共才三个，怎么疯狂在你的卡组里出现？我看还有几个。哦，加起来是五个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再使用点这个更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个恶作剧牌子算了，好吗？哎呀，别，大哥，别把我搞死了啊！好，出个牌。他挂了。哇，还有故事啊！哎呀，但愿我的妹妹小西能和你一样勇敢。小西呢？怎么样，这个故事一会儿你们玩的时候再细看一下啊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哇，解锁了好多怪物的能力呀，我的天，游戏成功了嘞。对，没有错，通关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现在我玩的是这个春节限定版本，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这原来是个南瓜头的，这样变成了个灯笼头。下面还有几个鞭炮，赶紧来玩哈，过了个年难不成就没了。顺便来打打我，行不行？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，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呢，记得点关注、按个赞、分享之类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